Okay. Telling Sabir. Hello. Wei 是不是? Hello, 妹妹你好。 我再讲一次哦，现在才五分钟而已。 12月24号 我们会有一个见面会，然后可以跟你们玩一些游戏，然后可能一起过个圣诞节。 12月24号， 然后详细的内容会在粉专， 然后所以你们要锁定一下。 OK，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跨年活动，跨年表演今年在剑湖山，剑湖山好像在云林这样子，所以有点远，希望你们就是一定要来看咯。 好。 好，戴安娜你好，戴安娜，这名字，OK。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EP 新专辑，新 EP 啦，我在1月份的时候顺利的话会发行，希望那时候大家可以。 多多支持一下，好，是李一博的意思吗？好，在1月份的时候，我们的 EP 应该就会顺利发行，所以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支持一下，好吗？ 一月份支持一下，傻眼。戴安娜，谢谢戴安娜。好，不然就有点无聊，是不是？不然我们来变个游，变个魔术好了。怎么刚好有牌？哎呀，刚好了，是不是？你们就自己放，是不是？啊，好。 变魔术哦，好不好？假如呢，我等下会放6张牌在桌上，然后反正你就挑一张牌，挑一张牌，然后记住它，然后不要跟我讲，好吧？不要跟我讲，然后你就记住这张牌，然后等一下呢。 些什么啊？分享一下你最近的就近况，对，来咯，变魔术咯。你怎么翻过来啊？好，现在有6张牌，对不对？好，赶快给我选一张，然后记在心里面，然后不要跟我讲，好不好？ 一张牌就好了，不要贪心哈，记一张就好了。好，哎，这个灯有点亮，是不是？好，记好了吗？我这么多人有点难选，记好了啊。 不要跟我讲哦，你不要跟我讲哦，然后你要一直想这张牌，因为
我等一下就把它变不见。是不是成功把你那张牌变不见了？是不是？是不是有点强？太亮了，是不是？这样呢？啊？尴尬吗？哪有？干什么东西？不要戳破我！哪有我是不是把你的牌变不见了？是不是？好，自己变得有点不好意思啊、哦。这个光什么意思啊？好，你现在可以呢。现在可以打上你最近的近况，我们来个近况分享好不好？哇塞，这个人数是不是有点太帮忙了？是不是？牌是不是不见好，所以现在换你们跟我讲一下你们的近况吧。哎，大家可以打近况了，好吧？可以打一下最近你们在干嘛，然后，不然我先讲好了。其实我最近，非常的忙碌，非常的忙碌，然后。就不断在锻炼吧，因为要拍 MV 了。对，我觉得今天直播组其实蛮厉害的，因为筹备新的这个专辑。好了，刚才那个有点烂，是不是啦？看到这个就觉得不行，要变一下，好不好？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好，先这样。啊，先不要，大家知道，看不到是不是？啊，是蛮强。哇塞，现在大家胃口很大是不是？很难。好，45分了，我就蛮厉害啦。OK， 我们再讲一下我刚才说的重要的事情。来，那个第一点就是圣诞节会跟你们见面会，在12月24号，所以你有空的话就要来哦。然后没关系，再尴尬一下去没有关系。
然后第三个就是我的 EP， 我们 Titan 的 EP， 在一月的时候，也就是下个月会发行，顺利的话会发行，所以大家期待一下，因为这一张我们也是非常非常努力。握手，握手，握手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反正好像会玩一些互动的小游戏的样子。希望多拍跳舞影片。哎 ，WEI 是尾吧？生日快乐！跳舞影片其实我。舞蹈作品，所以大家也可以等我一下，好吧？昨天是，哎呦，天天生日是不是 ？Every day my birthday。打歌哦。哎呦，不然先不要。哎，又打歌，嗯。最近去跳舞。来跳舞来，其实我觉得跳舞真的蛮好，因为有些人用跑步去放松发泄，然后我觉得跳舞也蛮发泄的，什么自言自语，你跟我聊天啊。12月24日见面会，跨年是12月31日，好不好 ？EP 就是下个月哦，所以其实蛮紧迫的。哎，请问我的将们都还在吗？好久没跟他们见面了，对不对？跟你们，不知道是去哪里了，是不是？那不理人。不行，平常在干嘛？平常在训练啊，写歌，然后健身、练舞，然后找我哥哥。914我很熟，好不好？拜托，也没有到很熟了。是这个马来西亚的，我有不准照。什么时候公布见面会地点？我觉得这两天就会公布了，好吧？因为马上就要10号，然后24号要见面嘛。我哥哥吗？哥哥，蛮像的哦，长得蛮像的。聊起来，公布的时候我会打在 IG， 然后都会上传最新的资讯。好，下午50分了。不是50分吗？好像是50分了吗？比例50分喽。真快到了，来，现在报名字，我看有谁刚刚离开没回来。Oh my god！
昨天不是。刘汉之。OK， 生命在吼哎。年轻副总，哇塞！直接升格当总经理啊！其实我介绍一下我怎么跟这个宇晨认识的好了吧？就是我们之前是同一家公司嘛，最早，然后后来对，就是 Andy 哥旗下，很可惜。对啊，然后后来我们就常要结束了，我们现在来反。你直播一千人。对啊，好丑哦，1600吧。很多地方的。来吧来吧，好了，要公布人数了。公布人数是不是？等一下我先讲完好不好？我先跟他讲。当然要快速。然后大家要记得收听。直播才一千人。而且他也就有团员。好丑。有时候会合唱一首歌。最近是干什么好事？为什么人很多？谢谢马弟，没有好不好？干什么东西？结束了吗？对，我们现在等比利把一个话题讲完，我们就要统计人数。但是你叫汉字，我会发那个我刚刚截图。对，因为他刚才看到一个，然后跳很低的显示的。哎，快点快点，因为大家会有回音。放在那个我的现实动态。好，来了，请公布成绩。好，公布成绩。那我们就今天就先连播到这边，成绩待会。我们现在要讲不是吗？对啊，现在要讲，现在开始讲，然后到时候呢，就是留最少的那个人。然後那我们就一起这样子，然后这样。为什么不是留最多？好啊，三没问题。我跟你讲，哇，傻眼啦！你跟毛弟一起直播？哇塞，找毛弟啊，外面。哇，毛弟，我要跟你直播啊！哇，大家。300哇，毛弟好强哦！没有，你知道有一个1000多的啊，傻眼。你知道毛弟很重的时候，没朋友啦。然后下的时候，他是安定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对，我们等下就要统计。那你多少？然后等下就要吃柠檬了。我26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比我少了，大家。好啦，那我们要结束。先这样，然后下次我跟毛弟一定会有个更多火花，好不好？是啊。来喽来喽！所以现在是到哪一台？到哪一台？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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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